身上的颜色开始变黑了，原来刚出生红彤彤的，红彤彤一片。那刚出生186克，对，那初期3天体重慢慢往下掉，那后续喂，今天吃的奶的量已经很高了。活动力很高，对，然后对，还会叫，是谁？然后是母的哈，对，哦，这个我们泌尿科的，哦，是，可以讲，那个黑黑的是什么？他这边吗？刚出生来的时候，啊，受伤，一个小伤口，有，现在已经收的差不多了，哦，对，那个不要拔，第6天开始，就开始黑了，身上的颜色开始变黑了，原来刚出生红彤彤的，红彤彤一片，那刚出生186克。对，那初期3天体重慢慢往下掉，那后续喂，今天吃的奶的量已经很高了，活动力很高，对，然后对，还会叫，是谁？然后是母的哈，对，对对对，哦，这个我们泌尿科的，哦，是，可以，谢谢你啊，那他大概是这个雅安那边也是第一把手，因为我们第一时间要把小崽带出来，监测一下状况，因为出生的小崽的健康要很掌握。然后他也是起初的老师，所以这段时间代表团的是7300小，今年一岁是在这里试车的主要学生的小孩。啊，这段时间真的感谢他，谢谢，一起的，他是来，这是慰劳所有我们在这边的同仁的。同仁，园长来，来，一起来。没关系，等一下值班的，来一起来，你们可以在前面一点，没问题。这是长来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完全你要不要过去一点？一个再过来这一边，九天了，对，不然他们的熊猫也可能。